干嘛？水神光会送英雄吗？还真的送我们英雄了，先讲这只吧。这只越境的部分 ，OK， skill。OK， 继续哦。只在远方，你的爱让我坚强。花熊，我娘喂，一人 BOSS 容易是为三国为题材呢，是要多少的三国？哎，他连 BOSS 都是三国角哎，修不用去了吧？这是伊的监狱系统，所以我当一键惩罚啊。哦，这是按他改掉的啊！鸟喂，拜托哎，我们现在才新手而已，就可以一键惩罚了哦。哦，因为我们当官手有玩太多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讲啊，我们当官手玩比较多，所以我们都知道哪些特权。他一开始就可以那个了耶，他一开始就可以直接变速石，一键变速石。哎，等你。啊，你好喂，真马修哈，一键领取，哈哈。我们那个另外一个当官手好像不行，支持。哎，所以是要怎么样？啊，你好喂，啥子 keep 起不？一二三四五。啊嘞，哎，今天有一点嘛送呢，所以有日常是不是？啊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好梦哦。啊！你要叫我再赏赐貂蝉是不是？啊！我不小心做梦了去啊！哈，他这个哺乳系统，是吧？一只麦克风，你的爱让我……我是突然想起这首歌啦，哈，这首歌是蛮久以前。好，继续。